C2 加仑口，这个就是绑国旗的这个绳索不断地在敲这个杆子。C2 比较熟，因为就是上两年英语课都是在这儿上的，就不是听力课，就是阅读什么的都在这儿上。然后我上英语课时还经常看电影，因为英语课的话毕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门课，整整持续了一年。像什么大学物理啊、高数啊，都持续了一年，然后别的课可能也就一个学期吧。对英语印象会稍微深一点，而且我当年英语成绩确实不错。跟英语老师关系不错，所以当时上英语课的地方我都记得比较清楚。设计答辩，毕业设计。像这个学习氛围还是很浓厚的，星期六还有这么多来上自习。接梯脚。